点磕绊啊，这边，多漂亮，老马呀！后面马布里和弗雷戴特打起，闹起来了啊，没打。怎么了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干净的断球啊。这个主裁严军啊，赶紧上去吧，这个事态不要防止扩大。这个时候看看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回放啊？其实从两人就是那一瞬的感觉来看，都没有太过火的动作。其实这个球，其实我觉得弗雷戴特就是虽然被切掉啊，但这一球你裁判如果有犯规，你应该回头去找裁判说这球有问题。直接对马布里的话，这个就因为镜头没跟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看啊。有一报复的动作啊，老马就一连串 rap 就出来 diss 了。